对，那个你是说呀，说几天以来，他越来越厉害呀。你都喜欢烂了，你想净这啥子东西？那树叶，你说顶啥用？那你一点听不见的呀，我那个耳朵。我这就听有窍儿呢，反正是也不是说听不着。不疼吗？嗯，一会儿叫你看看掏出来多少脏东西啊，净弄给的。